9月18日，天姐侯佩岑出席某护肤品活动，大谈保养心得。虽然已经35岁，但侯佩岑已然美丽动人，皮肤更是吹弹可破。不过，侯佩岑透露自己在年轻时因为爱漂亮，曾经接受过风险较大的微整形，到医院打脉冲光，结果差点毁容。对，我大概是29岁的时候有做过一次脉冲光，可是真的没怎么样，就是爱漂亮，想说去试试看这样子。那可能那个剂量不对，那我因为本身皮肤比较薄，然后比较敏感，所以我曾经真的有烧伤过，就是在那个太阳穴的地方。近日，就爱周杰伦执导的电影《天台爱情》被网友质疑是周董献给最爱侯佩岑的纪念。剧中不仅女主角造型外貌神似侯佩岑，电影中不少场景片段都与两人昔日谈恋爱时的画面相似。被问及此事，躺着也中枪的侯佩岑大方回应：“我还没有机会看电影，因为我刚刚休假回来台北，然后就有工作，所以现在有很多新的上片的电影还没有机会去看。”有空的话就会去看啊。相较于其他刻意回避甚至突然冷面的艺人，小编还是相当欣赏这种回答的。